大安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于今日下午接获报案，指称敦化南路一段巷内某咖啡店内物品遭毁损，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处置。经了解呢，是两名男子进入咖啡店内后，从随身携带的大型购物袋取出铝棒，进而毁损店内的物品。犯案后，该两名男子随即逃逸。警方目前已初步掌握两名犯嫌的穿着特征及动向，并积极查缉及厘清案发的原因。大安分局呼吁民众，遇到纠纷案件应该理性沟通，不要使用暴力解决问题。本分局将严正执法，务必将歹徒查缉到案。